不像好人，看就不像。谁信刁德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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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，这么快？朱轰，起朱轰。哈哈，被我抓到现行了吧，刁德二！哈哈哈哈，刁德二怎么说？面导被我卡了个视角，直接螺旋回头之回手掏，哎，你看不见，再来手里干，直接报警。刁德二你怎么说？误动右上角啊，误动右上角，刁德二被我逮住了面刀，我卡了个小视角，往上一手回手掏，哎，舒舒服服，全票打飞，刁德二过。刁德二发言，情绪很到位，啊，发言逻辑很通，很棒。刁德二这把跟你玩个很新的东西，刁德二这把一句都不解释，你看有几个人投我，理由是不理由过。欧德 K 轰轰发言，轰轰不想多说，直接一个过，并且挂票。才能发言，我也觉得，我是在隧道那边，反正投年糕过。这还用排吗？乌通右上角，那你还能报得了警？那尸体都被冲走了，过。过，我也投票。过。年糕，你多 low， 回去加拿大，贵的一个世界。哎呀，太冷了，太冷了，太冷了。说实话，一长篇的发言只是为了让人投票，昏昏沉沉。行。他都老啊，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，哎，你是啥了吧？就看就是啥。OK， 那刁德二肯定是好人。刁德二，我跟你报。挺好呀。谁报？谁报？我觉得去完美，完美，我跟完美，帮我记一下，帮我记一下啊！我死救完美啊！完美死救我啊！走，等一下，走，这边。好，如果你想咬我猪，我只能告诉你三个字，叫不可能。如果你要信 我直接报真实身份，并且能自证的，我才信。啊，我是跟踪者，我可自证。好，你对我放了吗？技能放了吗？我放了，放了。好，你别动啊。你就一直没动，在右边没动好长时间，然后才往左走的，对吧？好，拿命保，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，听我指挥，报应。你信我吧？ Okay， 刚才我能发言，你说我信，我绝对信。好，如果是提问，我认了，可能是。我是按着R的，我的报警速度巨快。那个轰轰跟包包两个人直接爆开，感谢就地的两个人爆开。当时有在说话的是餐餐，因为他们两个同时爆开，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冲刀的动作，就有点像是应该是超能力，就是贴了他们，要么就是隐形的过来把他们其中一个人刀了，双双爆开，他们应该是链子。我就说为什么刚刚我说轰轰，我给你表演个才艺，然后他说不要，然后呢他就一直回去了找到包包，那原来他们是链子。然后呢盘一下刚刚不在的吧，刚刚有在的是同珠跟餐餐还有甜水七什么，我记得是我们在那个实验室左边那个点灯的地方，就是在那的。然后我听到餐餐当时还在说话，然后也听到甜水七的声音，对吧？然后同珠当时也是在的。那么我们盘一下外置位嘛，是吧？修凯是不是没有看到过？要的人在哪里？仔仔，我不知道，过了。OK， 那同珠、灿灿、甜水七和小温你们都在一起，那就是修可爱一张外置位牌。我跟刁德二在对身份，我们两个在储物间上面对身份。因为上一把年糕出局点的刁德二嘛，那我想刁德二肯定是铁好，我跟他下去对身份。我是一个可自证的身份，我跟他自证，刚自证完，然后不是那个灭灯了嘛，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小灯圈里一动不敢动。那在我这里就是修可爱了，他一张外置位的牌啊，过了。OK， 刁德二发言是这样的。小温报警进来的发言正不正，对话说有好人，说实话在我的视角还蛮正的，而且描述的呢还挺详细的，对吧？并且呢他也给出了一个啊确切的刀人的狼，就是隐形或者超能力，对吧？那么如果我们站边小温打，相信他说的话，哪怕他是鹈鹕啊，因为他描述的看到的现场是事实的话，
那么也就是说死了五个，我拿命保哇瓦妹啊，因为她的身份可以自证的，证实过了就不聊了啊，多的就不聊了。他说了同珠在，甜水期在，餐餐在，都有说话都有动，只有外置位的修可爱不在。那么如果按照你描述的话，那修凯为狼，那剩下的两个狼呢？年糕不知道是鹈鹕还是狼，我假设他为狼吧，好吧。那么修凯为狼，年糕为狼，那么也就是说餐餐和甜水区还有同珠，这里面有个深水狼在养着，因为我能确定瓦妹是一定为好的，对吧小温，对吧？我只对话你。所以这一把无论修凯怎么发言，如果选择相信小温的判断，那么一定是投修凯的，对吧？除非他看错了，要么他是狼，但是狼是不可能的，只有他看错啊。所以他如果没看错，那是一定出修凯的。餐餐甜水期同珠来饭堂领刀，没毛病吧？啊，过，不要掰票，不要分票，过。餐餐发言，我是在一直待在那个实验室那边，因为我听到瓦妹跟刁德二是去对身份嘛，然后我一直贴在那个盔甲上左边，然后这时候甜水期是在我下面，后来呢灯暗了之后呢，他从下面到我上面的那个盔甲，然后这时候后来走着没多久，听到轰轰的声音，轰轰是站在离我们上面的位置，就上面一点，他说我们三个就不要离得太远，然后这时候我就说，因为我是在我听到包包说他去修灯，然后这时候包包跟小温就上去了，我听到他们两个是上去的，然后这时候上去了之后呢，轰轰好像跟着上去，因为我没看到轰轰的机酒了，然后潜水器也跟着上去了，然后我是在最后在那个盔甲下面的哦，我其他人都没看到，我只能拍出这个样子的行程了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小温他们那边是发生什么事，我是全程没看到同珠跟秋可爱的，我想听他们两个怎么说，然后甜水鸡是最后一个上去的，过。秋可爱发言，我出生在隧道里面做了个任务，等一下出去可以看进度条，并且我的身份可自证，我前脸肯定有个任务条，因为我做了那个表示敬意的，然后开了个门。当时我要出到地牢的时候，灯就已经灭了，我害怕被刀，我直接躲在地牢门口那个犄角旮旯那里。当时我走掉，我只听到了那个甜水器的声音，就是在地牢门口，然后后面就听不到了。我一直等那个在黑灯的时候，一直躲在地牢那个犄角那里。那么，如果说我是狼，你们所有人的抱团，那万一这会倒了多少个人？三个牌，我一个人都三张牌。啊！我一个人到三张牌，这不成立的。我是个好人，并且我做着任务，前脚做肯定是有进度条，是不可知道啊。过。为什么？啊！全票打飞秀可爱吧，包括跟轰轰两个是一起倒的，倒在了我们那边。外置位刁德二打飞了王大谋，应该是为好。王大谋毕竟是狼出去的，然后王妹跟他在一块，也没动他，他至少不是个狼，不带刀，不是个提鬼，没吃刁德二。然后我们四里面，除了我，就是餐餐、同珠、小莫，我们三个里面。他们三个里面出一个提壶跟一匹嘛，啊，投修凯，投修凯，乔文都保了我了，餐餐还打我，修凯捡狼，同桌餐餐，你们两个来哦，你们两个不用讲话的，聊不了的，我直接来，对吧？聊不了的，哎，说什么都没有用的局，我直接来饭堂，哎，把身份报给我嘛，可以吧？好，工程师不聊了。你前几期肯定会好 ，OK OK， 好，工程师就不用听他发言了，你让开，我知道谁是警长，嗯，你就在右上角，对，同珠工程师对吧？对吧？对，瓦妹你让开，潜水器到吧，好，哎，白姐到不到？铲铲手速不够，得意是不得？过，啊，清清爽爽吧，强不强吧？刁德一，强不强？强不强？啊，没有用的，手速不够，过。手速不够，行，你手速不够，那我就看看谁手速够，挂。啊，刁德一，好，干得好，我票，我过了，票猜猜。哦 ，OK。然后呢，陈刚那个发言是啥发言？我刚还没到呢。我投三三是吧？行。
而过。很帅，我只能说很帅。头灿灿过了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帅就一个字，我只讲一次。猜我无所谓嘛，你猜我了呀，无所谓。会还有个提醒吗？哦，他肯定是。OK， 清清爽爽。哎呀，清清爽爽，清清爽爽。功成身退嘛，就是。轰轰轰轰！两天崩的几牛，轰轰轰轰！你说大某上榜，你们有没有看我的发言和这个游戏里的表现？看了。用一个字形容。嗯。什么样？一个字吗？我们一人一个字加起来可以吗？啊。我用无。你用无。轰轰！你用。用一个字，无，那我不是只能加个敌？对呀、啊，对，敌的敌呀、啊。OK， 要说三个字，那就是难他天，难他天。四个字就是工藤新雕，多帅哦！一刀下去，来一句，是的，直接报警。啊天啊！哇，天高，太倒霉了，年高。关弹幕，开开开。